那最近新的学期要开始，很多学弟学妹们都问我要如何成为一代风云人物。迷倒校花、校草、校长还有校工都不再说，还要兼顾学业也不忘娱乐，帅吧？看到了吗？所以今天我就决定把我的秘籍告诉你们。第一招，学霸隐身术，别再像隔壁坐的懒散学生一样，用普通的设备做普通的事情了。华为 Mate A。才是你的学霸人生水，强大的 2.8K 144Hz 的显示屏就像 X 射线一样，让你的学习成绩无所遁形。同学都在看你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不忘娱乐的看漫画、玩游戏，但实际上你是在利用华为 MatePad 语音记录了整个教课，轻轻松松的记录了一切 ，Split Screen 的一边做记录一边娱乐，这就是真正达到了学习又不忘娱乐的境界。第二招，创意发射器。华为 MatePad Air 配备了 PC 级的 WPS Office， 一键切换创意发射模式。无论是写论文、制作演示文稿，再难的任务也在你掌控之中。同学们在苦苦思考的时候，你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完美的作品，让他们只能望尘莫及，在老师和喜欢的对象和不喜欢的对象脱颖而出。第三招，任务通关达人。校园生活啊，就像一场 RPG 游戏，华为 MatePad Air 就是你的任务轻松通关卡。轻薄身材，508g 的重量，让你像忍者一样在学校中游走自如，快速记录老师的指令，筹备社团活动。你的组织能力让校园都为之侧目，加上 Canva 的加持，连设计都难不倒你。来到了最后的第四招，把妹神器。想要在校园脱颖而出，就是要把最耀眼的女神逮到。所以通过华为 Super Device， 你就可以用 Multi-Screen Collaboration 来完成你的功课，传输照片，偷拍你的女神，再用 M Pencil 来修一修，然后再拿去秀你的女神们，这样包定让他们觉得你才华横溢，到时候不上钩都难了。所以别再做个普通学生，就让这架华为 MatePad Air 成为你校园里的秘密武器。学霸、创意大师、任务高手，随便选一个，你将会引起校园里的一股轰动，成为真正的校园风云人物。而其他人只能望尘莫及，嫉妒不已。